你们都知道，当当常出没淡水的吧？淡水让人很沉醉，连坐个捷运都是这样的。常常让我有一种错觉，感觉自己是一个仙女。但这个周末我们决定去巴黎，坐船。我老公不吃，我只能再来一根了。巴黎，我来啦！没坐错吧？这个时间，按个订阅。我知道那家，我知道那家，哎呀妈！我剪片的时候，自己都能把自己吓一跳。是有卖炸物的嘛，对吧？去巴黎，去巴黎不行哎，五谷那里超级堵的。哎，不是五谷，官渡桥啊，那不能去。从那个淡水坐那个船吧。什么渡轮？哦，对啊，哦，对啊，哦，对啊。孩子。脑子在线好吗？直接就过去了，还坐船？现在还有船吗？应该有吧。不知道。有点激动哎，我好像只去过一次，不是只去过一次，只坐船去过一次。但是渡轮要去这三个地方。哦。太晃了，上图。从淡水可以去巴黎、渔人码头、官渡，还有红树林哦。在淡水呢，就是上山下海，随意切换。今天也是跟老公没有特别计划，就想说从淡水坐船过去溜达溜达。啊，好可怕啊！这捷运站堵到这里，要下那个停车场的，而且不动。不会要去不了吧？我勒个去！好多人。但我们不去那边。Hello， 狗子，嗨，好饿呀，吃一个古早味香肠。你要几个？两个。本来呢，这两只我跟老公一人一只，结果后来，莫非是大蒜？看来真是，我老公不吃，我只能再来一根了。阿里，等我。哎，看一个船开了，我马上要去坐那个。周末的淡水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烤香肠就要吃两根的女子，也不多吧。跑两步，这里吗？阿森在这里买票吗？对啊，那我8点前回来哈。8点啊？哎，几位？8点前回来，差不多吧。两位。136。只能付现是不是？把票付现了不？哇，那就得看着时间，等我回不来了。对呀、啊。哈哈，时间辛苦。巴黎，我来啦！嘿。渔人码头开。
还有观音山吗？我当然要爬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下来了，然后直接来这家，但是它没什么东西了耶。只有双胞胎是不是？只有双胞胎而已哦。哇，好多双胞胎哦！又有一个船来了。连坐船的人都超多，我们刚刚都没有位置了哎。淡水，我要回来了。等等，快点，可以坐边边啦！快点，快点。我老公说我们是特别快的，逛了一下巴黎，就特别快要回淡水了。因为一下去本来想 买那个芋头饼嘛，都没有，然后本来还想说买一点给小姐妹带一点，结果啥也没有，双胞胎我不爱吃。对啊，太晚了。好，回淡水吃。淡水我来了。越夜越美的淡水河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没来台湾之前也知道淡水，都是在偶像的歌里跟台剧里，而现在不会再羡慕以前电视剧里的谁谁谁，随意的一个小周末就可以跟老公悠闲自在的享受时光。马上台湾要选举了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但现在环境里都是这个氛围。作为一个新住民，投票结果无法参与，但我想要的生活就是这份简简单单的悠闲。我们回来淡水啦，然后来了一家以前是很传统的那个阿给的店，然后现在是装修了一下。你看它装修的很好看，将要看看阿给，阿给我又来了。哦耶，哇哦，阿给一定要配的就是鱼丸汤。然后我老公是乱点的，这个你的英文什么啊？感谢观看。